那因为在上一次的那个五十问的影片，就是有很多小伙伴看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就在问说，哎，什么是第一位置啊？什么是第六位置？什么是 Arabesque？ 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准备了这一系列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芭蕾的基本动作。